do that. 有没有 rap？ 如果你表示心里想请，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。哇，我要被疗愈了。好，我们来吧。 要练哦，要练哦。对，特别是杨超越哦。对，你就让你再来一下。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。你就是这样记起来，这三个一起念，这三个一起念，你不要把它当成延续，把它分开拆解一下。如果你也觉得心灵相惜，所以你要记得心灵相惜就是那个哒哒哒哒。心灵相惜。对，心灵相惜，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。对。 好不好？这个你唱出来唱得好，超有态度，真的，你可以的。我们要不要给我们这个团起一个临时的名字？可以可以，我们想一个我们团名吧。我们是勤奋队，咸鱼翻身队。哎，就叫咸鱼队，我觉得咸鱼队。就站在台上，我们毕竟还是要优雅一点，对不对？说自己咸鱼好像，我可以说我们是勤奋的咸鱼。 就是我们都是你，你可以，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对，这只要是六个字都是你跟喜欢你，对，可以加戏了，加戏了就加上。我们来，我们配合你一下，我们配合你一下。我们跳的都是你的时候，你给我们晚半拍，然后我你看我的都是你的手，对，我了解。走，忘了你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不是。好练歌吧，好练歌吧。对啊，你们最不想遇到哪一组对手？别跟那种自带粉丝的人在一起，这种自带粉丝。我们可以用我们山歌吸粉啊。 对啊，不可以。我们口水，你好不好？山歌吧，打起精神的口水，全喷我粉丝。杨超越一直在喷口水，全喷我粉丝。他是我们团的口水吗？我要给你们喷出一条彩虹啊！你们就在讲。杨超越后来靠喷口水吸了一大批粉丝。我是十二号许诗音，我是一个从和声变主唱的许诗音，然后我的名字。 你们可以叫我小 B， 就是这个 B。我觉得我们也表现得很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